来看是这日本在设这心地障碍者的艺术，有几年的时间，有哪有专门的美术馆。最近台湾的民间团体有哪接受日本这边邀请，来展出29位这心地障碍艺术家的作品去日本做展览。在滋贺县立陶艺之森陶艺馆里头，目前一个展览《信乐吹来的风》，有29位来自台湾的原生艺术家作品也在里头展出。一个一个摆个真清楚，雪灯真足看，每一个表情都无同款，像个性也真趣味。这是来自台湾的糖宝宝王小怀多给创作，目前正在日本展出。规个展场的作品全部拢是来自素人艺术家，又个叫做关心艺术家，因为作者是一定完全无受过美术教育训练的心智障碍者，也唔过因的作品却是感动真济人。一つのことに、だるまさん。一つのことに集中していくつも作るんだけど、まあ一つずつは違い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一つのことに集中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すごく僕たち普通でき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が素晴らしいと思う。日本推展心智障碍者艺术几啊年，有闹专门展出障碍者艺术品的美术馆，在各地也不定期举办展览。小学生和外教学学校也特别安排囡仔来参观，天津的囡仔也留下上真心的感受。有好多很好的作品，觉得非常的すごい，很棒。这个作品非常的漂亮，很想要再来看一次。即届台湾地障者家长总会接受日本社会福祉法人圣道会，同款是服务地障障碍者机构邀请，举办展览互相交流。まあ以前から日本はずっと取り組んできた部分であって、ただ表現という部分では全然人と変わらないので、今の作品は全然そんな差はないと思います。遮侪人参观展览，伫当地引起不少的回响。日本资贺馆长夹好一把色彩缤纷，亲像马赛克同款的画作吸引。作者是来自台湾的糖宝宝林依地，伊倒立目睭看布，正对视的敢若纯零点一。会用讲平时大雕画作的画作，伊画全部拢是生活点点滴滴。ぜひ台湾の皆さんともつながってですね、それで本当に同じような作品がたくさんできてきてますね。比較して、そして対照することで、お互いにまた刺激し合って、台湾の皆さんとの交流が深まること期待をしております。透过创作表现自己，这些心智障碍原生艺术家可能沟通表达能力较歹，也毋过运用伫因身体内底天赋加创作力却是真丰富。每一件作品连接因对生活、对生命的情感，带来感动也超过国界。记者综合报道。